你今天几点回来？我今天回不去，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应该要封闭一个月。重要的工作？还是小唐玩那个案子吗？所以那天你是在骗我对吗？陈律师也在配合你。我说了会尽力平衡家庭工作的关系，我没有骗你，没有人骗你。这就是你平衡的方式吗？我说的是尽力，我尽力。那你答应静静的烧烤呢？炉子我买好了，一会儿就能送到了吧。喂。哎，谢谢妈妈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没准备，你们请回吧。爸爸，谁说没准备的？早晨烧烤炉都送到了呀。哎呀，静静妈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什么地方得罪您了，但是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同我讲。如果确实是我们做错的，我给您道歉。但您现在这样做，会伤到孩子的。那你们合伙骗我，也是不想伤到孩子？喂。刚才那个吴敏就不让我们进小区。见着我之后跟我说，我们跟林庆坤合着伙骗他。这林庆坤又怎么骗的了啊？林庆坤没有回去陪孩子，现在回到小汤玩指挥我们工作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那天咱们四个在一块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什么情况啊你？我说呢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来烧烤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晨晨？我。你什么呀你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不是在坑我，你是在坑跳跳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大人心里怎么想的。孙磊，